大家平安，我是老船长啊。今天台北股市啊收了一个下跌414点啊，这个还点四啊，真难听呐、啊，死一死死啊啊！老船长啊，为什么一直跌？这样好不好？你把我这个六月份的节目再重新看一遍，好不好？老船长，我们是吃饱撑着把六月节目再重新看一遍，不是啊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盘，好不好？来，有的人跟我一起操作，这边按大盘，对不对？好，点下去之后，哎，点一下，好，用手指头按一下哦，哎，好，看一下。这里已经两个星期多一点啊，六月份，六月份呢，在这一天我就宣布台北股市翻空，对不对？五个礼拜，一个礼拜有五天交易日嘛，这是不是将近三个礼拜？是不是？所以六月初没有多久翻空，我在节目上说台北股市翻空了，我有没有讲？没有就赔5亿8千万新台币，每一个观众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的气氛啊，各位你可以看嘛，这前面这一段都是多嘛，都是多方架构嘛，所以那个气氛突然间，我说，哎，王冠 AI 智慧系统告诉你翻空了，很多观众就不以为然呐、啊，啊，你那个是什么阿萨布鲁的软体啊？啊，现在看起来就是准备要喷出了，怎么突然间变空方架构呢？好，第一天你不信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然后我每天讲，每天给你看了、啊。我说什么？我说在空方架构，我们要做多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，尽量找怎么样？它是在多方架构的个股，我有没有讲？老船长，你有讲 啊，我们不信啊，对不对？好多股票，你看那个阳明除完息之后拉涨停锁 啊，结果呢？你在节目上说，货柜三雄啊，都还在空方架构，我们觉得一定是你那个什么王冠 AI 系统啊出了问题。那今天真相大白嘛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是有股票，它今天收盘之后，虽然它今天是下跌的哦，但是它还是在多方架构。我在下来米，因为很简单嘛，你整个大盘这样子，六月份跌了1980点，光这个月跌了快2000点，五月都不要算，啊，今年是从一月开始一直跌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跌了414点。很多股票它在多方架构的，它一样怎么样要杀下来，因为第一个主力它也不会护，法人也不敢接啊，散户要怎么样要拼命的砍，当然散户要砍，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力量，看侧标就是融资断头啊。那融资很简单嘛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买股票用融资？是跟谁借钱啊？我知道，是跟证券公司啊、哦。所以有很多投资人蛮可悲的，做了一辈子的股票，融资跟谁借钱都不知道，还以为跟证券公司借，证券公司怎么会借你钱啊？证券公司无非就是让你下单赚你的手续费啊。你是跟证券金融公司借钱，证券金融公司的规模比证券公司要大嘛，它的资本额至少都是在好几十亿嘛，有些小券商资本额才几亿而已，对不对？那讲是讲几十亿啊，有的证券金融公司那个资本额非常大，因为他借钱给你赚你的利息嘛。那当你接到追缴令的时候，你要缴钱啊，你缴不出来，他有权利把你的股票砍掉。这个没有犯法，我没有说要砍，他怎么砍？他有权利，只要你没有缴这个保证金，他就市价帮你砍。老船长啊，如果砍在跌停怎么办？砍在跌停是你家的事啊。那没有砍掉呢，跌停锁呢，第二天继续砍。所以我说啊，一定是怎么样杀在怎么样阿呆股嘛。
对不对？融资追缴你缴不出来，他帮你砍就是怎么样，杀在阿呆股嘛，没话讲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，你用融资买股票，你去刷你的吉宝那个存折有没有？里面是没有这档股票的。我的下列名，因为权利是在证券金融公司的手里，因为你跟人家融资嘛。那你用现股买，你刷吉宝存折，哎，上面是有你的股票，所以很多投资人哦，他不懂这个。我看很多分析师也不懂，因为很多分析师这个股票也没有操作过。哎，老船长不是说分析师不能做股票？我学生时代就做股票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知道这些东西，哦，那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要用融资买股票，因为你买融资的时候，你的杠杆有没有是比现股要多了两倍多，所以你在赚的时候很爽，哇，我可以多买很多张，赚的时候当然很爽啊，那个利息不算什么，这个我们都懂。可是当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人家现股讲难听点，丢在那边，老娘跟你拼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过了一阵子又是一条好汉，很多人是这样哦，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哦。你能说他错？他没错哦，我长期投资啊，但是融资买的就没办法。好，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卖压这么重？哦，杀了400多点，啊，就是因为融资断头杀出来的部分很重，那么也连带着有一些比较好的股票啊，本来在多方架构的，今天照样跌啊。不过你看侧标哈，要准备要强弹，那准备强弹，这些在多方架构的股票，它就怎么样？比较有机会弹得比较高。韦雷夏雷米啊，你一个股票已经套了半死断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上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哇很多棍棒在等你啊？要解套的卖压很重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所有人都套牢啊，所以弹会不会弹？会，但是呢有限。哦，所以说我一直跟你们说，你去买多方架构的股票，如果你套牢了，我昨天不是有举例吗？哦，大家来看，老船长从来不回避的，多就多，空就空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这一支哈，哦，我们讲5285，啊，今天它下跌很正常，大家都跌，请导播照镜，啊，今天它跌，大家也跌，对不对？很正常，但是你看哦，还在多方架构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不能造假哦？所以有些股票它是怎么样？它是被整个这个市啊带下来的，但是啊，它跟怎么样那一些早就翻空的股票筹码上是不一样的，你要有这种观念，好不好？那我再举个例子，昨天我不讲吗？8028。生阳半导体，哦，今天连续第二天重挫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停，你看这整个图形，它就是一个多方架构上来的，怎么样修正嘛？之前这边有没有修正？有啊，这边有没有修正？有啊，这边有没有修正？有啊。可是你看，它是在多方架构啊，没错吧？换句话说，当台北股市开始展开反弹的时候，这一些在多方架构的股票，它比较没有那么吃力啊，对不对？那举例啊，如果你是在空方架构，比如说台半，我昨天就已经讲这一档股票，还有人不信邪，它在空方架构啊。哎，老船长，大家都跌，对，都跌没有错，但是整体来讲，台半不但在空方架构，而且怎么样，病情更加严重啊。你说它会不会反弹？我认为大盘要反弹的时候，它也会反弹，只是反弹上来有这些人在等它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套牢的人在等它，啊，5425，啊，昨天我要讲台半，昨天有看我节目的人，今天不会去买台半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虽然没有安装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但是他知道老船长昨天哈讲台半的时候，台半已经在空方架构，所以打叉不能买。那今天呢？开盘之后去买的人，
关门放狗，你知道这锁多少张？锁40000多张哎！我问你，如果今天你是用融资买的，你没有办法追缴的话，很多人像你这种情况，今天锁40000多张。那万一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又不好，然后呢？哎，明天开盘又下去，那融资追缴令还是继续啊？对不对？断干净为止啊！除非今天晚上道琼涨1000多点，哇！明天台北股市气势如虹，一开盘直接往上开，而搞不好它就反弹了。那股票市场是这样子啊，它很多种可能都有。那我们尽量要避开我们能够掌控的，怎么掌控？你有安装系统，你就知道啊。这早就一个多礼拜都不能够玩台办呐、啊。请导播照镜，我们来数一下，来数只数只啊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天，2个礼拜都不能够玩台办呢。啊，你说你今天买的打屁股，昨天买的打屁股，前天买的打屁股，你都不用了解他做什么，你也不用管是不是投信持股啊，投信现在是结账啊，先砍先赢呐、啊。你都不要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车用电子还是很好，为什么台办跌成这个样子？所以说，股票市场研究了半天，这个面那个面一大堆面，你把它写成参数之后怎么样？哎，放在你的桌上，手指头按一按，本来你今天早上想要去买台办的，你一看空方架构不能买，所以这一段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科技来克服的？先知道的，人家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嘛，谁说的？我就可以早知道，我就先不要买啊，对不对？导播，股海茫茫，茫茫股海。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股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网管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0800-555-808。0800-555-808，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固德投顾洽询电话：0800-555-808。0800-555-808。好，那么反弹的时候啊，在多方架构的股票就没有那么吃力啊。那么我举例借零，是因为我们有在做研究报告啊，有去研究它。那么对它这个多方架构再用基本面去确认之后，我才在这边做教学的动作。那一样的道理啊，升阳半导体我也是拿来举例嘛，对不对？它还是在多方架构，那这个不能造假，不是说我想讲哪一档股票哦，然后呢我就把它调成怎么样，它是多方架构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安装在家里面跟老船长同步，我有篡改，就是每一位赔5亿8000万新台币。那当然啦，还有一些是在多方架构的股票，我节目上不可能怎么样一一举例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在空方架构。所以呢，我的节目等于在做公益节目，我把怎么样节目的时间多讲几支啊，那提醒你们，这个已经在空方架构哦。你有抱着的人，你舍不得卖啊，你是现股的，那你可以摆没关系，只要它绩优股，用时间换取空间嘛。但如果你用融资买的，你自己就要小心，或者是你正想要去买，哎，你看到老船长的节目你就不去买，对不对？那万一有1000多档，我都没有讲到你想买的股票啊，你跑去买，就像你今天。对不对？你去买台办就打屁股，我昨天有讲嘛，对不对？那万一我昨天没讲台办，你今天跑去买，那就很怎么样，很倒霉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桌上有一台，你不需要看老船长的节目，你手指头按一按，一秒钟就知道了。
你想任何一档股票你都知道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啊，台表科6278，哦，这一支股票也是投信结账的啊，今天破底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破底呢，为什么要打屁股呢？啊，今天早上开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能够买呢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能买，对不对？有人会说，哎呀，你这个看到收盘才知道不能买，不用啊，真的不用，打叉不用哦。看这里，早就翻空了，可不可以买？各位观众，你们现在回答老船长，今天可不可以买台表科？打开电脑都是空方架构，可不可以买？不能买嘛。啊，这不是早知道吗？哎，老船长，你现在越讲哦，我鸡皮疙瘩越起来。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啊，千金难买早知道啊，那怎么可能会先知道？我告诉你，用科学的方法，你真的可以早知道，然后去避开一些你不需要冒的风险，不需要浪费的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早上要买这个台表科哦，它是到昨天为止它都多方架构，那你下去买，我觉得没有关系。啊，买完之后它翻空方架构算倒霉嘛，因为多方总有翻空方的时候，那你再找机会怎么停损掉或怎么样都可以。但是这一种就不能原谅啊，这种你今天去买我就觉得莫名其妙。看到没有？6531，这只股票我很久以前就讲过，哦，这个从上市以来就一直跌，在干什么？好像股票换钞票一样。6531有没有？哎，老船长，你之前都有讲，后来你就不讲，对，我懒得讲它了哈。各位看到没有？它是有反弹过，来，请导播照镜，早就怎么样翻空了啊，快要一个月的交易日了，6531，所以这将近这一个月的时间呢，啊，去买爱普的都要打屁股。所以今天跌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老船长真爽啊，这些都可以避开来，对，真的可以避开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散户几乎都有的股票，2344华邦电。好，我这个已经不知道讲了多久，我说这个基本面今年大衰退啊，你看还有人要去买华邦电呢。哎，这有够熟哎，老船长，你看哈，哦，啊，这边跌不下去了，45度角要准备上去了，对，是，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冤枉钱啊，早上怎么样要下去买之前，你就稍微怎么样把你的手指头拿出来一秒钟一按，哦，华邦电哦不能买，老船长有讲空方架构不要买，对吧？还是我用骗的？我在这边讲法都一致，从五月初到现在都一样了，只是说越来越多人安装，可能没有你啊，因为你不相信科学嘛，我相信感觉，我相信我的老师。对，你的老师呢，在节目上骂航运股，说电子股好，电子股一样跌啊。啊，直到你安装了我的系统，你去看一下，你老师叫你买的几十档股票，全部都是怎么样，在空方架构还在买，搞不好今天在发 call 讯叫你买空方架构的股票，你懂吗？因为他认为跌多了，他跟你想法一样，这股票跌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德维不是摔得半死吗？啊，来给你看一下，我昨天前天都讲的3675，啊，这个摔得半死啊，在这边你觉得跌够了，啊，下去买，到这边你又觉得跌够了，啊，下去买，今天呢再跌，什么时候不能买？这边就不能买了，请导播照镜，这一天就不能买了，啊，大哥，来对上来，这边就翻空了，你看得出来这边翻空了吗？可不可以早知道？当然可以嘛！你看轰天雷，你看得出来，在这边你看得出来，在这边好像在打底要上去了，是，一秒钟，你可以避开这个灾难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手上抱的股票至少是多方架构，套牢也怎么样，反弹也比这些股票好嘛？这个股票你弹上来多少人要卖，你知道吗？来。2603泡泡龙重头戏来了，泡泡龙管你除不除息，你都是在空方架构，这个月好，你不要怀疑，真的，你从头到尾都不会去买泡泡龙，这里不会买，这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都不会，就算怎么样谈一下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都不会买空方架构，什么时候可以买？
有没有标准答案？百分之百有。他翻多方架构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你。哎，老船长啊，有的时候都已经涨上来，我们来摸底不是很棒吗？你在股票市场，你如果养成摸底的习惯，你早晚走向归零高之路啊。因为夜路走多会遇到鬼嘛。有的时候我们用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你买进去的点，对不对？比如王冠第一根红，不见得是最低点，但是安全，因为它整个我们的参数设定它翻多了，要翻多不容易啊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买最低啊，你干嘛想要买最低呢？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啊，你也不要想要每天卖最高，就怎么样摔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往下看4919这个明星级的4919啊，投信呢现在在结账啊，不是做账，跌了两个礼拜了。请导播照这边来，我对上去，这边翻空了哈，这里就翻空了，这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指标很清楚，没有一下多，没有一下空，全部都是空。这一档叫来，因为很有名，要照一下，不然大家说我们乱讲。4919新唐翻空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还去买？最后啊，我讲一档股票让大家心碎的哦，叫2303的联电。联电哦，为什么让很多投资人心碎？它的营收好棒，各位去看联电的营收好棒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哈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吼吼，这种营收表现棒到不行啊！第一季赚高达多少？1.6，哎，吓死宝宝！去年赚4.57已经很棒了哦。他今年第一季就赚 1.6， 换句话说，今年脚拉拉可能就超越去年了。营收这么棒，获利这么好，结果你看一下，啊，你来哈，我管你营收棒不棒，好不好？王冠 AI 智慧系统翻空将近一个月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翻空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一段你不用赔，这一段你有安装不用赔。为什么每天都是空？你不可能去买啊！今天再跌了19000多张，你看看投资人多可怜啊，有没有办法早知道？当然有办法，而且可以早知道。他翻空这么久了嘛？他不是第一天翻空，哎，他翻空很久了，所以你们这一阵子去买联电的，我真的搞不懂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为什么哦，原来是没有安装王冠 AI 智慧系统啊。今天是6月30号，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啊。我说过了，你现在参加会员，我送你这两套，对不对？这个股票的、期货的，全部都送给你，20几万。啊，7月1号我不送，啊，你参加会员是参加会员。软体的话，另外就是要安装的话，股票的部分就12.8万，有没有这个价值哦？你自己看。我从联电讲到最后一档联电，你应该没话讲。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只股票，都是早就可以知道、早就可以避开的，而且只要一秒钟，20岁到80岁有眼睛按一下就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会去买这些股票？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还，啊，相信的软体都骗人的，这怎么骗？所以你要相信科技，不要总是相信你自己。你自己如果这么厉害，你就是神了，对不对？连我老船长都要依靠怎么样？王冠 AI 智慧系统帮我先排除掉很多的地雷，然后买了多方架构的股票，有的时候怎么样还不见得赚钱，还会套牢，因为怎么样整个市不好。但是至少我们买的是多方架构的股票，比你这些股票要好多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6月30号，我不希望你明天再多花了10几万，好不好？5、4、3，安装完之后，明天你就是一秒钟的股神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